今天玩的这款手游是《黑龙坡 3D》哦，这一款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是非常 酷的一个手游。那里面有分为三大职业，一个是剑士、法师，这个是炮手。我们选法师好了。来，今天要来玩这个 MMO。那这个游戏部分的话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，到底要怎么升等呢？它的玩法其实蛮简单的，然后一直解任务就可以升等了，所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对视上的一些界面，然后重点是你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有送什么东西，怎么讲，里面有什么坐骑。哇，这也太扯了吧！一开始就可以领那么多奖励啊！你可以穿戴一些称号啊。有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，天哪！那我哪知道哪一个比较？欸，他是一开始也送太大了吧？哇哩嘞！我傻眼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里面到底有什么坐骑，有点想看哦。这边有时钟，然后它其实也可以调一些画质，这边。哦，你们画质要直接调一下。然后其实这边有一个那个，品质其他玩家可以关掉。然后有翅膀外观。这边可以提升战斗力啊，然后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全翅膀图鉴。哦，超美的，这些东西也是蛮多的。22等啊，然后你看有翅膀啊，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呢运下去哦。这边可以提升。战力，就刚才那个墙，哎呀，送好大哦，天啊，啊，傻眼，哇，我觉得这样就不用怕打不赢了吧，32等，超练的哦。